2018 Voice Up 赞声演唱会，日韩乐坛当红团队，五月进击台北。2018 Voice Up 赞声演唱会将在五月正式于华山 Next 开唱。今年赞声演唱会超强卡司，众星云集，不止台湾多组重量级创作唱将演出外，更力邀来自韩国、日本及大马的超强音团队进击赞声演唱会。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韩国当红超人系 solo 女歌手 S.H.E， 在确定来台开唱消息曝光，大批粉丝感动谢谢，心目中等待许久的女神终于要来台湾，总算能一睹偶像的风采。同样在宽宏艺术力邀下，首次抵台举办个人售票演唱会，素有神秘具魅力的日本独立摇滚指标精神之称的 The Trolls 也将带来精湛的演出。Voice Up 赞声演唱会首度加入日韩及大马团队赞声演出，不止摇滚，各种不同类型的曲风让大家一次听好听满。这个五月将掀起一波超强赞声旋风，五月赞潮，欢迎大家一起朝圣。想到能见到台湾 Days 从决定后期百不间断，2017年末在各主要的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各项大奖的 S.H.E 即将造访台湾。那具有特别魅力的音色，新曲一出总是立即占领排行榜前端的位置，是一位韩国独一无二的 solo 女歌手。在三月初 Jazz 官方网站也新发布了一首全新单曲，一个月过去人气依然居高不下，至今多首歌曲仍在畅销排行榜上。 Jazz 透露自从决定要来台湾开唱后，每天就非常期待，等不及要跟台湾 Jazz 粉丝名称见面，第一次在台湾透过个人演唱会与大家同乐，真的很开心。而 Days 更展现十足诚意，贴心地表示，因为在台湾以 Live 的方式唱给大家听的机会不多，所以特别准备了以前到现在的新歌，也请各位粉丝们敬请期待，邀请大家四分之五号一起大声歌唱，打造属于我们的第一次。日本独立摇滚精神指标团队 Petrols 五月六日进击台北。日本吉他之神率领神秘乐团 Petrols 进击台湾，举办首场个人售票演唱会。前东京事变吉他手浮云所创立的 Petrols 被日本所有乐迷封为是独立摇滚精神指标的象征，这股神秘超人气旋风也吹进台湾。刚结束的大港开场中， Petrols 也是演出嘉宾之一，他们的高人气从现场挤爆的人潮即可得知，而浮云也在舞台上邀请大家六分之五号在他们个人专场演唱会中继续摇滚。三位团员也俏皮表示，想要听见看到现场版最完整最多的 Petrols 就千万别错过首场台湾演唱会。